case sharing 哦。那么第一个 case 呢，是这个 Mr. Su 呢，他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，突然间身体有水肿的现象。那么他水肿了过后呢，他就去看医生哦。那么一开始说他水肿，他不是马上，他慢慢越来越明显，然后呢就开始心脏很弱，呼吸很困难。那么他就去看医生了。那么看了医生过后呢，就发觉他的肾功能退化，那么他就水就越积越厉害了。那么医生就给他去排水的药咯，是利尿剂啦，有胆固醇的药啦，血压高的药，消炎，还有补铁，他血不好补铁。那么呢，他就这样子拖拖拉拉的，结果呢，医生讲说，他几乎是定期会去看医生的，医生说你差不多是要洗肾了的。OK， 那么可是呢，这段期间里面呢，医生又不能够告诉他个原因，为什么你肾会退化，为什么你会这么严重水肿，医生也给不到理由他。那么他是在沙劳越一个小地方，在小城市啦，四五。那么呢，他们东莞呢，那些好的专科医生是在附近的政府医院。那么政府医院呢，那些出名的医生，好的医生呢，是在全沙劳越州啊，每个月去一个地方一个地方。所以到现在今天哦，他都还没有啊，应该差不多要了，才有机会见到那个专科医生。不然的话，他们要等半年才见到一次的。那么他就拖了几个月过后呢，他怎么只能第一，他不能大小便，那么医生只能给他一天喝的水是500ml，那么有时他可他喝超过哦，他就进医院住一个礼拜，因为身体不能够处理那个水，那么进去医院里面去处理，那么呢他呼吸困难，走路困难，那么他嘴巴又干，干到嘴唇也裂，那么同时呢他已经有飞蚊症，有飞蚊症的问题，那么同时也不能够睡。那么呢，他是几乎呢是要坐着睡，如果再躺下来睡呢，他要垫四个枕头才可以睡得着。但是医生解释不到什么原因。那么后来呢，Emily 因为六月的时候他 Emily 他没有买支架机、不锈机，后来他买了支架过后呢，他接这是他的第一个 case。那么呢，他一个人的时候我都有点担心这么远。那么他来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呢，我想说这样的 case 呢，他一定要睡，他需要5个小时，最少5个小时，理想一天8小时。可是呢，他经济能力不许可，那么他就晒了一个5个小时的 course 啦。那么试了过呢，他来试第一次呢就试了3个小时。那么当晚回去，他一做完呢，马上觉得脚没有这么紧。第二，当晚回去马上能够睡。他已经从六月到他上个月10月28号开始哦，做6、7、8、9、10、5个月呢是没有好睡过的。那么呢，他睡了3个小时过，当晚就回去能够睡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是鼓励他5到8小时，因为他不许可，他就10月28过后呢，他就每天很乖的定时睡2个小时。那么他也没有能力吃 Cambridge， 也没有能力吃保健品。为什么？等下来讲哦。那么他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只是给他用黑修，我不给他用黑修提摩巴，是大概一个月过后呢才开始用黑修提摩巴，因为我觉得他身体可能很脆弱，所以我就不建议说，我就跟人家 Emily 讲说只是黑修。那么他试了2个小时过后呢，那么今天早上我再跟 Emily update 咯，他讲说他现在这个 Mr. Su 呢，他已经能够100%呢恢复正常。那么他的飞蚊症呢，医生帮他打过2次针，打眼镜哦，打了2次针过，那个飞蚊症也没有改善。那么上一个月我去西部见他的时候呢，就是3、4个月过后呢，一天只睡2个小时呢，他的飞蚊症已经完全复原，没有飞蚊症的问题。那么他的现在他自己喝水哦，他跟我讲说他现在有生渴，喝到800、900的都可以。那么我就跟他讲，你还是不要乱来，因为你刚刚复原，你的肾还不是很壮，你可能喝到600就好了，等医生 confirm。那么上两个星期他回去看医生呢，医生就跟他 confirm 说他是 confirm 不需要洗肾了。本来医生说你差不多要洗肾的了，那么他每天洗2个小时够洗了整，10月28号开始嘛，今天几号？今天是12月头哦，一个月初一点罢了。医生讲已经不用洗肾，那么他已经能够睡，大小便全部正常啊，呼吸正常，那么他的那个心脏衰弱也是正常，呼吸没有问题。那么现在是他很高兴什么呢？因为小地方人喜欢骑摩托嘛，他以前水肿到脚根本不能够灵活，现在他能够自己骑摩托进出都没有问题，所以这个是你看到很好的效果。那么这个是他的 before 哦，你看他的脚很肿了。那么我上个月见他的时候呢，他的衣服全部呢已经从 XL 变成 L size 了，他真的很
肿到很厉害，全身肿了。那么吸了每天两小时，吸了一个星期左右呢，他的衣服的 size 完全变回正常。OK， 那么这就是他的 case 来的。那么另外呢，当然他还有那个肝硬化的心脏衰弱，心脏衰弱真的是因为积水，积水他呼吸困难也是积水的问题。现在呢，他今天早上 Emily feedback 告诉说他已经根本他的感觉说他从来不像有过这一个问题，是完全算是复原的。那么他现在还是要等看骨筋的那个 specialist 医生，但是膝部的医生呢已经跟他说你已经是不需要洗肾了，所以他已经基本上是完全稳定下来。这个就是 Mr. Su 的 case。那么下一个呢是 Emily 的 case。他本身呢他是对很多食物过敏，他对海鲜也过敏，他对所有的菇类食物啊，冬菇啊、蘑菇啊也是过敏的。那么这个是上一个 intake chemistry intake 来说的话，来吉隆坡上课。那么我上课，我第一天我上他上机场，那么他就很喜欢吃猪肠粉，那么在机场就吃猪肠粉。结果呢，那个酱里面是有虾米，有小小的虾米，他不知道。他吃了过后呢，那么上飞机大概一个小时过呢，他的脚就开始烂了。过敏了，这是他的 before， 11月14号，那么整个开始肿，这个是有红有肿的感觉，那么有痒，那么他回到去过后呢，他就马上做 HO 了，那么呢这个 HO 是半小时过的效果，那么这半小时呢他不是一次过做完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机器室也是很忙，他很多booking啊，他妈妈也来做那个也是水的时候，所以他有些顾客又来试头五个小时。所以呢他只有早上吸一个小时，忙完了晚上才有机会吸一个小时。那么这个八小时呢花了四五天才吸过八小时。那他讲，我讲你做多一点，他我没有时间做，因为book满了appointment。所以呢他八个小时过后呢，他就发觉说他的这个皮肤马上开始干口。那么当然他讲说他吸了一小时过后啊，第一次吸没有，第一次吸大概一个半小时呢，他马上止痒。那个肿的感觉啊，还有那个热热的感觉啊，完全退完下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当然有次recall 啦，有次 beauty 啦，有次 cambridge 啦，那么就已经很稳定了，所以现在已经几乎到今天是差不多复原完了。OK， 所以他是对过敏的人呢，其实效果是非常好。那么我也见过一些 case 是食物过敏哦，他如果愿意一次过做五个小时哦，基本上是能够退掉完的。我先想讲这一个哈、哦，那么这是一个我很久的 customer， 14年了应该有，13年了，好像。那么呢，我大概五六年前呢，就是我们有开始学健康拍的时候呢，我跟他做过一次的拍打。那么有一次我是长期帮他做 facial， 那么有一次我去他家做 facial， 有一段时间我去他家做 facial 呢，他都在家里楼上等我不下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没有想了，我想说可能他在上面因为很熟了，不需要下来接我进来，那工人开门给我。那么呢有一次做完培训呢，他走路下楼梯的时候呢，他几乎是像跛着走下来，这好像脚跌伤过。我就笑一下说问他什么事情，他就告诉我说他的两个腿的左右脚的关节呢已经痛到一段时间呢，其实他是有点 OA 了的。那么他都还是这样走路，他不理，他也没有正式去处理。那么那时候呢我知道的过呢，我就帮他做拍打。那么拍打呢，他的整个膝盖的后面还有整个大腿小腿全部是紫色的黑伤。那么拍完很痛的，他我跟他拍整四个小时，两只腿拍，因为痛就拍一下停下，拍一下停下，拍完四个小时后就能够走了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有了 HT machine， 我去做 service 的时候有做过元气脉冲，也做过 HT machine， 就稳定很多。那么可是呢他的关节呢还是到现在还是陆续的有痛，没有以前这么厉害。那么就大概三个月的时候呢，我就HO 来了，我的那家我就住给他，搬去他家里。那么他就每天做一到两个小时。那么他也坦白讲，你要我每天做三个小时，他真的没有时间。他每天做一两个小时呢，一个星期后呢，第一他觉得脚没这样痛，那么同时呢人的精神很好。那么他现在继续做就已经慢慢的在改善了。但是他那时候为什么试了一个两个星期过后，他决定买一架机呢，是因为他的孩子和他的爸爸。那么他这个孩子呢，20岁的时候呢，那么就很好动，很喜欢运动。就有一次踢足球呢，不小心扯伤他的左脚的韧带，就整个他不是这样子扯伤，他是整个断掉。那么断掉了过后呢，医生一定要开刀做手术拨回去的，要拨回去。
那么过回去过呢，医生就讲说，他的这个手术做完了过呢，他两个星期过后，他的那个膝盖才能够那个运动量啊，只有大概30度左右。那么呢，要4个星期才有60度，6个星期90度，大概要8个星期，就2个月的时间，他才能够完全复原，能够正常走路。那么他妈妈就很担心，很疼他这孩子，那么就后来就跟我住的时候呢，就做这个询问了。我讲说你每天一定要睡最少5个小时，理想是8个小时，然后我配给他的营养呢，比如定呢是12粒 Recall 12粒， Retime 6粒， CWP 2包。那么这个营养呢，我叫他分餐吃了，早上 Beauty 4粒， Recall 4粒， Retime 2粒咯，早午晚吃3次。那么他我送寄过去给他的时候呢，他是做完手术出来2天了。那么2天时候呢，医生有给他止痛药。那么给他止痛药呢，那个药是大概是4小时，一天只给他吃2次。那么4小时过后呢，基本上就是痛的了。那么头2晚呢，他是想说他是痛到呢不能够睡的。他想说他很累很累，睡着了，可能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，他脚膝盖伤口痛到会醒，根本没办法睡的。那么那个脚呢就抱着这个东西有个 support 的咯，抱着呢，他脚基本上是不能动的。那么他想躺，接下来放一个比较舒服的 position 哦，动一下也痛，不动也是痛，这样子很难找到很舒服的位置。所以这架机我送过去过的时候呢，他当第一天呢就睡了3个半小时。他讲说那一天晚上哦，几乎是迷那个痛哦，是痛到很少，而且呢他是能够睡一觉睡到天亮，可能有醒过1-2次，那么很快又能够睡回。所以这是他的效果。那么呢，他这样子吸了这个黑球过后呢，他3个星期，大概1个星期左右哦，他几乎是没有痛了的，有那个痛是隐隐约约啊，根本完全不影响他。那么3个星期过后呢，他就能够正常行动了。医生本来说他这个伤口要2个月才能复原的，所以那时候我跟我的这个 customer 讲说，你给你孩子一天吸8个小时，再吃我们的产品和 Cambridge 哦。我肯定他的复原时间了，医生讲2个月嘛，一定能够减一半。结果3个礼拜过，他就能够完全复原正常。所以他回去医院复诊的时候，医生也很吃惊啊，为什么你的复原速度能够这么快 ？OK， 这是第一点。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？他的这个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，就医院不小心人为疏忽呢，就那些仪器啊，就没有处理好。把他这个小腿啊烫伤，那么他烫伤他不会有感觉，因为他打麻醉药嘛，他没有感觉，他也不知道烫伤。后来手术出来过，再回到病房呢，才第二天才发觉有这个烫伤的伤口。那么过后呢，医生讲没办法咯，都 accident 都发生了。医生讲说这种烫伤哦，要2到3个星期才能够复原。结果他卸了休在家里哦，3到4天过后，那个伤口就变成这样子，完全复原到了。所以我这个顾客看到这个效果过后呢，就跟我订一架了。我那时给他在家里住，我住给他大概2个星期左右。那么呢，他就看到他孩子复原的效果，他也感觉他的效果过呢，他就马上说我要订买一架。下一个 case 呢是他的父亲哈，那么他的父亲呢78岁呢，就是长期啊肩背那个肌肉是长期酸痛的，那么呢他又不愿意吃药。那么他也因为他本身是个牙医，他们也明白不愿意长期吃止痛药，所以就宁愿忍咯，可能有时去做像按摩的东西咯，可是效果肯定不理想咯。那么他就叫他爸爸来做呢，他第一天来是睡2个小时，睡2个小时过呢就回家。那么第一天早上起来哦，他就打电话给他女儿说，你今天你这家机现在家里有人用吗？他问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女儿也用，他的孙也用嘛，他外孙也用嘛，他讲说，哎，他讲没有，现在可以过来。他讲说，昨天我睡了2个小时哦，今天早上起来呢，我那些酸痛几乎是减少很多，从来没有试过这么舒服。所以这个是你会看到，所以现在我有几个 customer， 2-3 customer 有寄过呢，我都跟他们讲说，其实呢，你家里有长辈，你就应该有一家。你家里长辈好，那么我们这种中年人，我们在忙事业、在拼事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也很累啊，所以我们其实家里也应该有一架。就是你会了解过呢，其实每一个家庭呢都应该有一架这架 cashew machine。